众所期待的屏东园百货八号盛大开幕，屏县府特别将六栋别具特色的历史建筑规划为源头、原因、原汁、原家、原石跟原具六大主题馆，以前店后厂方式串联屏东九个原乡的生活创意、选物平台、家具、美食、音乐、童玩跟旅游游程等，推广在地原乡生活美学，创造属于屏东土地的独特品牌。我们原住民族的非常多的手工艺或是美食相关的音乐产业都非常的牢固这个丰厚的文化底蕴，但一直呢都在部落，所以我们特别选择了六栋历史建筑作为台湾第一个原百货。原民会从107年推动经济产业四年发展计划，希望在全国设置八个拓销据点，屏东原百货正是其中第一个开幕的据点，期许它成为认识屏东原民文化艺术的窗口。我们在107年编列了大概5亿的经费，来就八个据点来做一个协助。那屏东这边是5000万，变成是我们原乡的一个产业的一个名片。那也希望透过这样的通路据点，让大家也认识我们原乡的文化产业特色。屏县府希望将原百货打造成全龄可逛的原乡产业地标，更作为游客中介站，透过这六扇门带领民众认识屏东原住民文化，进而深入部落了解原民生活。原视新闻歌舍屏东市采访报道。另外。